昨天你给我发消息说顾小曼回宿舍了，她才善罢甘休，我才回去睡个觉。结果一回宿舍，她发现段宁还没回来，又闹着要出去找，我真是服了。真的是。哟，还行吧您？兄弟，困死了。兄弟啊，需要我替顾小曼感谢一下你昨天的牵挂吗？我现在没有力气跟你斗，孙文浩费我太多的心血了，我现在只想睡觉养神。怨谁啊？早点邀请小曼当舞伴，不就没那么多幺蛾子了？你别在这嘚嘚，小心我跟我大姑说些不该说的啊！告诉你们，我是为了你俩好，我大姑可不想这么早抱孙子。哎，在你概念里，是不是我俩拉拉手就能弄个孙子出来？要不是我那天去你们家搅和，指不定我明年辈分我就长了呢。陈一川，你可以注意点，别胡说八道啊！凭什么就准你们怼我，就不准我怼你们啊？想死是不是你啊？你是不是飘了？是不是飘了？别趁上手啊！你看到我都这样了，还欺负我？都一个战壕的兄弟，能不能互相包容一点啊？她是你姐。行了，吃饭去吧。嗯。带你去吃好吃的。我先去一趟三教，你们先去食堂吧。怎么了吗？没什么大事。没什么事儿，咱就去食堂吧，走吧。那一会儿咱们食堂见。好，我在食堂等你。嗯。夏林夕，什么事儿 ？ACP 决赛，你和蒋正涵一组。嗯。你负责什么？专门拖后腿吗？你是以什么身份来问我这个问题？我的身份就是我认识他比你久。你要是真有实力。我们现在就来比一比。我为什么要跟你比？怎么，怂了？你不会是实力不行，胆子也不行吧？来，来让我看看你的实力，了解一下你凭什么和蒋振涵组队。沈文月，你是蒋振涵的发小，我不想让他为难。你还真是一副满脸胜利者的姿态啊，这平时看你温温柔柔的，想不到还挺能较劲的。胜利者较劲可以比，但是无论比赛输赢，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呢？我希望他喜欢你，你是真的优秀，而不是只有一副花架子。好，计时一小时，咱们见分晓。果然，你输了。你知不知道这次比赛对他来说有多重要？他每天在外面写程序赚钱很辛苦的，而这次比赛是能够提前让他获得 XV 的入席资格的。你就仗着他喜欢你，处处护着你，就把你一个小白招进队里，你好意思吗？是。就算他肯手把手的教你，一步一步带你，你除了平时浪费他的练习时间，比赛时用他的长处来弥补你的不足，你还有什么作用？段宁继续进攻程序，林夕，你试着自己把最后一道题解开，我先去看下一题，好不好？
好，我试试吧。把这道题设出来。好，最难的部分我来。嗯，好。你辅助林夕，然后把难点都给我。我一直有在努力。努力？能够走到决赛，努力是最不值得被拿出来夸口的东西。夏林夕，我告诉你，无论是比赛还是生活当中，我可以帮助他解决编程上的任何难题。你呢？你能做什么？不会只是在一旁喊着努力吧？沈文月，如果我达不到决赛水平，我会自动退出比赛，但是这并不影响我是他的女朋友，而你是他的发小。我是他的发小，我盼着他好。我知道，如果不是这个原因，我今天不会来见你，但是我觉得你这样的方式并不能影响我们的感情。沈文月，如果今天咱们的见面你是在提醒我要努力比肩蒋正涵，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。蒋正涵他挺有运气的，有你这样的朋友替他着想。关于比赛我不想多说， ACP 大赛上我们见。好，那就用实力说话。你去哪儿了这么久？啊，有个朋友跟我说了有关比赛的事儿，没什么要紧的。比赛的事儿？什么比赛的事儿？别紧张，没大事。好吧，先去吃饭。哎，我不吃了，我还有点别的事情要忙，得抓紧时间回去弄一下。不行，你还没吃饭呢。我吃了零食不饿。不行，一日三餐，零食不能作数。蒋正涵同学，你不能因为谈了恋爱了就不留给彼此个人空间了吧？啊，替我把我的那份吃了啊，走了。那你就走了？嗯，我帮你带一点啊。不用，走啦。我们家林夕也是比赛成员，这些力所能及的事儿是我应该做的。小曼辛苦你了。没事，不辛苦。小曼，哎，老师，你把这个放到那上面去。嗯。好，然后椅子往那边放。好的，好，来来来，你们这个啊，放那边就行。哎，好，老师，哎，好嘞，就这儿行啊。小曼，吓死我了！你怎么来了？不用训练吗？毕竟也是和你一起共度良宵的良心舞伴，不能六号来看看你啊？谁和你共度良宵了？你要是没什么事儿，你快走吧，我还有一堆活呢。你老实说，你不会没跟男生一起去过酒吧吧？昨天刚到门口你就溜了。我从来没去过酒吧。怎么了？天底下竟然还有你这么纯洁的姑娘，那该不会跟我也是第一次约会吧？那你们高中男生都瞎吗？我们高中男生怎么了？没怎么，你来干嘛？我来这儿看场地啊，你来这儿干嘛？我当然是陪小曼了。顾小曼，昨天晚上你们两个去哪儿了？我跟小曼的事情关你什么事儿啊？顾小曼，你过来。
我警告你，离他远一点。陈川，你哪儿来的立场警告我？我记得昨天化妆舞会上，你不是有一个女神姐姐吗？不去找你的女神，来管我跟小曼干什么？开什么玩笑呢？这两件事有什么逻辑关系？你甭跟我谈什么逻辑，我懒得跟你掰扯，我没你那么瞎。你说谁瞎呢？说你呢？再说一遍。吵什么？不用比赛吗？让一下。心妍，这个键盘应该放在哪儿啊？哦，放那边就行。看什么看你？啊，好。小曼，顾小曼脑子里到底是进了多少工业污水啊？竟然和段宁这样的人，大半夜晚上消失这么久。陈川，夏林夕，你干嘛？喂，爸。公司资金断裂的事情，不要跟任何人说。爸，你也别太着急。这事儿，我们一块儿解决。小月，原本公司这些事情我不想跟你说，不过这一次几家注册的公司，都是你们学校ACP 比赛的赞助商。你如果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有机会接触到他们，试一试也好。不过你不要有压力，我还会想别的办法。哎，爸，之前投资人他们怎么说？暂时没有回信。我也要盘一盘我这些老朋友了。大环境不好，搞不好下个月公司要搬家了。爸，你还记得徐家吗？他们也是 MC 投资大股东，我跟他儿子徐志礼还有点交情，说不定他能帮我们的忙。徐家，我之前还抢过他一个项目呢，之后就疏于联系了。那不管怎么样，爸，我们得尝试一下吧。到时候我先把他儿子约出来吃饭，然后问问他们宣传投资的计划的标准。行。能成当然好，不成的话也别勉强。爸，天无绝人之路，一切都会好的。